教育电台。欢迎收听胎绿游乐园。回到节目的现场，今天在行动会客室的单元里头，为大家请到的是林俊和赵永华、哦、他们要即将在几月几号办？3月27号星期六晚上7点钟，我们就要开唱了。七点算蛮早开始的，因为我们真的准备太多歌，怕唱不完，我们要担心大家太晚没有车可以回家。地点在 TICC 台北国际会议中心，对，是，所以七点要唱到至少10点，对吧？是这个意思。我们10点可以结束吗？不太行，因为我们俩就很爱唱。对，我们希望大家把它当3场演唱会来想象。所以里面就是我自己的一个小 part， 他的一个小 part， 我跟我们合唱的一个 part。所以里面有点歌单元之类的吗？有、欸、啊，真的吗？真的有开放？真的。乐手要怎么搭的？就是老师很厉害、啊，老师很厉害，秃鹰老师啊，得过金曲奖，怕什么？哦，是秃鹰 啊， 啊，不要点太奇怪的歌，应该都可以。比如说什么 Baby Shark 吗？怎么又来了？又来了！对啊，不然我们点不会太高了，对，臣妾办不到。不是啊，怕有小孩的那个家庭啊，对不对？对，如果小孩突然哭闹，你可能突然要唱两句，让他安顿下来的。我想应该不会有小孩听，然后得到一张唱片，上面有。我好奇那些时期的卡通歌有发唱片过吗？有啊，有啊。有吗？有有有、okay. 我在歌迷他们都有收，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叫他们提供，我本人是都没有收藏。啊，你自己没有啊？我是一个忘性很棒的人，就是我觉得往者易来者可追、嗯、我只往前看，就是包括我自己如果有什么纪录片或什么问我什么自己的私人照片都记不得，或是我自己的收藏记不得。你唱的科学小飞侠就跟现在的 Baby Shark 是一样的、嗯、对，就那个时代性的重要性是一样的、啊、對對對對對，是，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啊，我倒是很意外，你自己都没有留自己的人这些。我什么都没有留，嗯嗯，我很容易什么都不留啊。我以为你是那种会就是不断舍离的个性的人呢、欸。我对我过往的不管好的坏的，我很容易断舍离。OK，、嗯、对 ，OK。虽然我很有人情味，但是我这方面我还蛮看得开，所以其实我跟他很像。嗯、中间有好几度没有想要当歌手的时候，我说、嗯、好啊，还很年轻啊，嗯、我脑袋瓜不错，可以当企划啊、嗯，然后国点增多、啊，可以去做别的事情啊，嗯、等等等等，不用没有觉得一定要，而且我的个性。像我们的个性有时候就会，所以你们两个都算佛系的那一种性格，是不是？常常会跟经纪人说，我觉得我个性不适合演艺圈，我不要换工作。因为我们有一点点不一样，嗯，我是一直都很确定我要做这件事，哦，我一直都没有确定，对，然后中间有时候离开去做一下别的 事情，是没有忘记我要继续做这件事。哇，你比我坚定、哦、我一直问他我这个个性不适合，他说你不要再说了，已经唱了35年了还说不适合，你都可以拿劳退了，就说哦，好吧，谢谢，我乖乖的唱歌好了。我都可以拿劳退了，我好不容易今年我打流感不用钱了。还没到，我快要到了。